华航空安大略台北航线自10月28日更换全新的空中巴士 A350 机型，首航更是派出了彩绘机地质号。地质机啊，是台湾独有的鸟类啊，那它有地质王者风范，那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好彩头，那也是展现了华航对旅客提供最好服务的一个承诺。空中巴士 A350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客机之一，以最科技、最节能、最环保、最宽敞、最安静著称。华航 A350 客机配有32个全平躺豪华商务舱、31个加大空间的豪华经济舱及243个经济舱座位。商务舱独特的挑高开阔式设计以及豪华经济舱232、经济舱333的座位安排，大幅提升了空间感和旅客的乘坐舒适度。安大略国际机场位于洛杉矶市区以东38英里，临近华人区，交通便捷，地理位置绝佳。华航安大略台北航线自今年3月开通以来，市场反应相当热烈。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载客率也大幅的提升，预售率至少都80%以上。这个我们要借这个机会也谢谢大洛杉矶地区啊这个旅客的所有的支持，那么对未来这个市场我们也充满信心。Asia Media 在 Ontario 的采访报道。